当然是真的。阿姨，您要是不说，我真以为您是舞蹈演员呢。哟，我就是个会计。来，阿姨。喝，喝喝，叔叔。我想陪你等这场梦醒，拼凑那些心照不宣的约定，直到世界的斑驳化为透明，纯洁的就像一场梦境。要是这一切是真的，那该多好。哎，我说同志，咱能不能把咱们那合不拢的嘴稍微的收一收啊？啊？怎么样？哎，我出那招是不是特好使？我看许爸许妈送你出来的时候，那眼睛都是笑眯眯的。可以啊，我这关啊总算是过了。不过我跟你说，许多成他爸妈跟我想的还真挺不一样。怎么着？听你这意思，你好像很喜欢许多成。他们一家的呀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已经好久没见你这么开心的笑过了。从你一上车，这嘴角就没有下来过，挺好。我这是微醺，喝了点酒很正常，活动活动脸部肌肉。得嘞，继续熏着，好好开你的车吧。生活果然适合巧克力糖，永远不知道下一刻是什么味道。直到世界的斑驳化为透明，纯洁的就像一场梦境。我想陪你等这场梦醒，触及那些所谓梦魇的风景，直到所有的残影化为安静，你来倾诉我来听。今天我表现的还可以吧？那明天陪我去疗养院看看我妈。好啊，明天我去接你。